气难道不再斗争吗？国家不就是用来垫付的吗？政府不就是拿来推翻的吗？你们仇恨还需要煽动吗？阶级难道不再斗争吗？国家不就是用来垫付的吗？政府不就是拿来推翻的吗？你们仇恨还需要煽动吗？阶级难道不再斗争吗？国家不就是用来垫付的吗？政府不就是拿来推翻的吗？需要煽动吗？阶级难道不再斗争吗？国家不就是用来垫付的吗？政府不就是拿来推翻的吗？你们仇恨还需要煽动吗？阶级难道不再斗争吗？国家不就是用来垫付的吗？政府不就是拿来推翻的吗？你们仇恨还需要煽动吗？阶级难道不再斗争吗？国家不就是用来垫付的吗？政府不就是拿来推翻的吗？